小龙，你先爬上去，然后再拉我们上去。好嘞，哎，救难机，机丁，抓住绳子，我拉你们上来。好，呼呼，快，我们也要爬到船上去。怎么这么重啊？鸡屁股，啊！黄鼠狼，今天快往上爬呀！黄鼠狼在下面。啊！黄鼠狼，好重啊！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快放下绳子，黄鼠狼在上面。哦。你们给我等着瞧！切，真没意思，每次都这句话。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吗？哇，这床很旧哦。嗯，好吃的。啊，有人吗？没人。他们没发现我们。我们偷偷潜进去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海盐蒸鸡。小龙，救难机，你们快来看呐！这是海盗船吗？管它是不是海盗船，反正现在没看见有海盗，吃了再说。好吃。1904年6月12日，天气晴。今天船驶进了百慕大三角。这是一艘失踪了100多年的海盗船。100多年？100年前的水果，过了这么久还有好吃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管他那么多，反正船上没人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谁说没有人呢？我们是谁呀？滚呀！我们追！站住！小龙、吉迪，我们无路可走了，怎么办呢？看你们往哪里逃！一定是你们在搞鬼，我们这么聪明，才不会上当呢！胖乎乎，你看你手上的东西！是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百慕大三角的地磁异常现象，我来吓唬吓唬他们。我们可没那么大本事，能隔空把刀叉折弯。是哥哥，胖乎乎，你们知道这是一艘什么船吗？不知道。这可是一艘失踪了100多年的百慕大三角灵异之船。可怕呀！小鸡，别丢下我们呀！小鸡，等等我们！快快快，大家快进去！小鸡们，不要丢下我们呀！小鸡，小鸡，你们在哪儿啊？这里了吗？在哪儿啊，小鸡？你们在哪儿？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救命呀！各位幽灵大人，我们只
是路过，放过我们吧。现在就走！呀呀呀！我们容易吗？为了崇高的理想，我们受了多少苦啊！风停了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老天眷顾我们。不是吧，又吹起来了。什么声音啊？谁骑在我的背上啊？瘦高高，好呼呼，你赶紧给我下来。瘦高高，刚才那声音像是……这真的是一艘灵异船！天气变好了，海面好漂亮啊。是啊，风平浪静。没有黄鼠狼打扰真是太好了。就是黄鼠狼太弱了。为什么不上啊，树哥哥？笨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们现在是打入他们后方探听消息的，这叫潜伏。哦，树哥哥你好厉害呀。那当然。鸡丁啊，那两只黄鼠狼被我们甩得团团转，他们还以为是闹鬼了呢。对呀，没知识真可怕。我的智商。我们要冷静。少啰嗦。小鸡们，黄鼠狼，气死我了。臭小鸡，看我怎么吃了你们。黄鼠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小龙，等等，让我来，看我速战速决。哼哼，试一下我的新武器。嘿！停住！我的力气太小了。Yeah!
定，你的新武器好厉害呀！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